哎，快，这又有个洞儿呀！哟，这什么地方啊？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怎么跑这来了？太恶心了！让我出去啊！老师在这等着吧，等会儿路上放水，看还能把你冲出去。哟，老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大哥，我叫兄弟们来救你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嘀哩咕噜一堆什么玩意儿啊？大哥，这啥地方啊？咋那么脏呢？别在这吵不吵了，那这下肯定出不去了。那个，我儿怎么了？你儿啊，把138棵磁力珠塞你老里了，这也就是你儿啊，搁别人家就变闺女了。